范冰冰过去因卷入逃漏税风波，被中国官方列为劣迹艺人，遭到全面封杀。她在沉寂一段时间后，透过拍摄国外作品复出，接着也积极出席各大红毯活动，展现了霸气依旧的模样。近日 ，CNN 公开了2023年度全球十大名人最佳红毯造型，范冰冰成为榜单中唯一一位亚洲明星，立刻掀起网友热议。范冰冰在第76届堪称国际影展上，以猛虎下山的礼服现身 ，CNN 大赞这个造型中华丽的老虎和竹林印花，让人联想起中国传统绘画，也成功让亚洲设计师成为焦点，给出了高度评价。而消息曝光后，却引来不少中国网友留言，讽刺范冰冰哗众取宠，更直言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范冰冰还有这么多粉丝，甚至帮忙她洗白逃漏税的行为。不过，有不少范冰冰的粉丝大赞她的造型真的很出圈，不愧是世界巨星啊！Bye.